反辱华、反港独集会，我是今天的司仪郑永信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司仪陈伟明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司仪席洁玲。大家好，各位热爱国家、热爱香港的中国人和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大联盟的呼召集人陈万琪。亦都有另一個台在另一邊，亦都是企滿人的，那邊有我們工聯會的鄧家彪和吳維基，我們交給他講兩句。